咁啲人咪成日會病啦，怕呢樣嘢。我哋今日咧係嚟到做呢個鹹濕老師。鹹濕老師 ，OK，regardless， 我就想知大家，我覺得大家想知啦，你係邊間醫院做嘢嘅咧？六楼医院啊！使乜有咁多规矩？你同我都会好似佢，想去吹下水、眨下眼、排下队，几十年后再重聚，流啲开心嘅眼泪。我想没时间跟你说声再见，时间被。